力道精准到位，她是撞球女将古正勤，同时也是这次世大运的选手，利用中和反毒杯撞球赛把握机会精益球技。为了一拼好成绩，选手们加紧训练，世大运第一次加入撞球项目，台湾总共8名好手参赛，希望能在自家主场为台湾夺下金牌。这次世大运的准备我们也培训了很久，对，然后大家状况也都调整得不错，然后希望比赛的时候能有所发挥，然后希望能为台湾拿下金牌。世大运我是跟那个魏子谦一起搭配双打，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蛮多比赛有一起搭配过，然后默契的话也感觉也会比别人好一点，然后希望能在这次世大运能够有好的成绩。我们之前的国际赛也比过蛮多次，所以其实就是当作是一个国际大赛这样子在比赛，所以说调整就跟以往都一样，赛前的调整就是没有说特别去做什么跟原本不一样的调整，对，就平常心一点。世大运进入倒数计时阶段，撞球项目将在8月25号到8月29号登场，邀请大家一起为国手加油，把奖牌留在台湾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